我们今天为大家播报的新闻是有关于我们国民党征召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侯友宜今天呢到了我们苗栗县头份市，一起呢来为我们大家祈福参拜。今天呢也是我们苗栗县所有的来自于各地各区的苗栗县的城隍爷也正在来此地做寺庙巡礼。那大家都聚集在我们头份市义民庙。头份市义民庙今天呢冠冠云集，非常多的贵客都来这边祈福参拜。侯友宜总统的候选人呢，他也是到这边呢亲自为大家祈福参拜。接着呢他又前往了苗栗市做了誓师大会。这誓师大会怎么样的动员，怎么样的呢来让我们所有的民众呢这么样的开心，这么样的支持我们的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关心苗栗的发展，主席也少说过，共产党已经说过，苗栗税收很多，但是资源永远不会到苗栗来。四年让全世界看得到世界客家博览会在台湾，我们要用这个态度去积极面对客家人最关心的青年朋友产业回家，也让我们文化继续深耕下去。